都市人每一日都好似同时间竞赛，分秒必争，生活节奏越嚟越急速。根据英国前年一项统计，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行路速度比起十年前平均快了一成。香港上年在互联网更被选为全中国最繁忙的城市。即我自己感受到的环境就是快就等于有效率，同埋不快就会执输。香港人太贪心了，贪心就是想太少时间做得太多嘢，揾得太多钱，咁嗰个就系会变咗忙咯。当时事讲求速度，部分香港人付出代价之后，开始反思，放慢脚步，生活会有乜嘢唔同呢？如果能够识得放低，识得慢落嚟嘅话咧，我觉得香港人会更成功。其实每次去中环咧，我都习惯咗行天桥，好怕喺地下咧要经过红绿灯啦，要等车过啦，等转灯啦，条路其实有机会系远咗。咁但系唔使停低咧，就已经感觉上高系快咗。林志坚系典型上班一族，每日都匆匆忙忙穿梭中环嘅商业大厦，赶住去见唔同嘅客人。佢话自己初出嚟打工嗰阵，工作至上，以尽快升职加薪作为奋斗目标。廿零岁嗰阵时出到嚟，我真系睇住部门主管，三年内我就要坐呢啲位。呢個係一個一定嘅收入，我要幾多年之內要達到一啲嘅我自己認為嘅標準。工作好長時間，休息好少。我選擇今日係要見一個客，定還是我今日要翻屋企陪我屋企人？其實呢個係一個時間管理。第二件事係個重視喺邊度？因為呢個心就已經帶住你行。我重視個工作，我自然其他嘢我睇唔到嘅。Hey, Florence.林志坚在商界打滚十几年，现在是一间保险公司的营业经理。事业有成的代价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完全失控，饮食无节制，又不做运动，结果健康响起警号。那阵时是去到医生要我减肥，因为脂肪比例太高，开始膝头哥会痛，开始很容易气喘，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。咁当时我就决定了再咁落去不是办法，一定要找一些方法。但我没有方法的，当时我一定要找一些新的方法去改变我的生活。我知道这样不 OK， 但是怎样 OK 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照回来看了腰椎第四第五节就斜斜地的，即就唔係好明顯、好嚴重嗰只，人哋大彎好多度嗰啲啦，少少嘅。除咗腰肩經常酸痛，舊年林志堅仲發現腰椎生骨刺，經物理治療師提醒，佢先至意識到一直以嚟自己工作至上嘅生活方式一定要改變。如果你個人咧，所有嘢都好趕嘅，所以好 rush 嘅時候，所有肌肉咧都係一個收緊咗嘅狀態，就係、是、導致呢種人咧，佢係有一種特別傾向咧，係有呢啲頸椎啊、頸膊疼痛嘅現象嘅問題咯。咁所以如果佢能夠將呢個成個生活節奏去到改變去到減翻慢啲咧，其實佢呢個現象咧就可以一路咁樣嘅去改善咯。有時 aware 咗緊張難，仲要 aware 完之後再去放鬆，我都係慢慢學緊咯。其實企度嘅人好簡單，乜都唔使諗。正是休息，慢慢經過膊頭、手揸、膝頭。最近林志堅約埋一班朋友喺放工之後一起上堂學習放鬆，感覺一下你身體同地下有幾多點接觸嘅。香港人真係識快唔識慢，覺得快係著數噶嘛，快係抵啲噶嘛，即係快人一步你想達到啊嘛，啲廣告你咁講。但其實慢不代表差的，你慢你可以看定一點的嘛，快和緊張是一幫的，慢和鬆弛一幫的。
咁即係慢永遠係著數，呢度又係咁。我哋試下喺第一度爬，好簡單嘅啫，乜都唔使你喺度爬，慢慢爬。香港人凡事講求速度和效率，連食晏都不例外。據統計，七成香港人午飯時間不會用多過20分鐘，其中兩成人因為食得太急，結果患上腸胃病、消化不良等都市病。什麼菜來的？蘿蔔牛腩豆的。我試少少得唔得？好味啊！幾多錢啊？8蚊。我平時好中意去街市趁熱鬧減壓，因為咧呢種熱鬧就係真嘅熱鬧，見到啲人個個開心心揾嘢食喎，非常之唔同中環嗰啲逼逼結結啊，或者市區裏邊嗰啲匆忙嗰種揾食。嗰種揾食係壓迫感嘅，呢種係舒緩嘅，係開心嘅。隨緣每個星期日都會一個人翻元朗村屋，花一兩個鐘頭去煮嘢俾自己食。有好多人重視食，而係唔願意花時間，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嘅存在。其實食嘅嘢咁樣，我覺得係好開心嘅，唔使一定話好豪華啊，好做到好花巧啊嘅先係享受生活。其實越簡單嘅嘢係越享受啦。隨緣好欣賞20年前已經喺歐洲興起嘅慢食文化，佢覺得應該提倡細味品嚐，享受同珍惜食物。好急速咁食嘢咧，我覺得係好冇意思嘅。即系医饱个肚咁样，求其食不知其味啦，嗰啲叫做。咁香港人可能就觉得快要去搵钱，咁所以佢嘥时间坐喺度食嘢，就系冇咗钱啦。就算佢哋好似唔系去搵钱啦，硬系赶住做第二样嘢，唔知点解成日都系咁样。隨緣做了廣告設計20年，經常食無定時令他享受不到品嚐美食的樂趣。因為這個理由，上年他決定索性全職轉做私房菜，由自己做老闆兼大廚，實行寓工作於娛樂。不過他經常提醒自己，千祈不要重蹈覆轍，好像以往那樣日忙夜忙。效率其實的意思不是說快，是用時間用得好，即是等於那棵樹葉的時候開花結果就順理成章地一路順著生長，那就叫做效率。它剛剛出花出了新的苗，你剪枝讓它可以生多些，那些叫做效率。催谷就不是效率了。去到大自然的環境，見到咁多綠色嘢咧，自自然然就會舒緩落嚟，自然會個人 relax 啲，唔會咁緊張，同埋你唔會掛住諗都市裏面嘅問題。年幾前，隨緣喺元朗租咗個農場，專門種有機植物。佢話喺呢段時間，佢深刻體會到四時有序，好多事係急都冇用嘅。每一棵菜每一个生果有它自己的节奏，有它自己选择跟大自然的韵律怎样走。哇，我来做什么好呢？我觉得走得快好世界那些香港人的文化来的，但是就不要走火入魔咯，是有效率，不是不是都快，应该是呢应快则快，慢而不慢咯。即是你慢得嚟，你只是享受舒服，不是 too slow 啦。刘宏信自细就好想出人头地，工作上要赚大钱。
工业学院毕业之后，他储了几年钱就出来创业，希望尽快实现稳钱大计。我当时做这个玩具手板，这一行就需要接了订单回来之后，以一个最短的时间去讲给别人，我做得快就越多的钱，所以不停地做，通宵通宵，似自己后生有健康，挨不死的应该。咁啊，成日都废咗忙餐唔食嘢啦。最后系啊，有钱，但系啲钱咧，实睇起身，睇起身先知道咧，系好严重嘅心下食道。如果我唔去搞咧，可能以后食唔到嘢会死噶啦。咁跟住就慢慢仲有一个毛病就咩咧？嗰、那个肝酵素太高，咁啊太高就变成一个肝炎，再唔理变肝癌。咁所以就开始知道咧唔得啦。如果再咁落去咧，我想都不用到好好老，我想三十多岁已经可以拜拜。当我思想沉寂咗落嚟之后咧，发觉其实我唔使好多钱嘅，根本人一个人过生活咧好简单咧，食又好简单咧，慢慢就可以将个要求降低，都觉得好开心嘅。好啦，我哋准备啦，系咪首长？啊 ，Namaste。金童是上都市病啊，你右手揸实，左手穿入，吸。刘宏信最后结束生意，转而将自己的兴趣瑜伽和跆拳道变成职业。去年开了这一间学校，以过来人身份教学生如何在快慢之间取得平衡。一拳走，一二斩，要快啲。跆拳道要灵敏，反应要快，要劲，要讲求嗰个力。而家系一个比较慢嘅，需要冷静，思想咧就系尽量系放低。咁其实两样合埋咧，其实更加可以发挥最好效果噶。我哋做人做事一样啦，内心要好慢，好平静，思想清晰，外在呢速度就会好快，可以好准确去达到一啲目标，譬如放到好松，呢下就可以好快啦。其实呢条路呢过去我行咗超过过千次，甚至乎几千次啦。以往太急速嘅脚步，身边嘅人环境呢系模糊嘅，身边人根本唔可能留意到你，而我亦都留意唔到我身边嘅人。停下来的时间呢，其实我先开始跟我的身边的环境有个接触，跟人有眼神的交流，看到他的表情，跟人的沟通先在回到。林志坚过去将事业放在第一位，不断向上爬，结果未够三十岁就坐上管理层高位。不过当他停下来的时候，发觉自己原来一直忽略身边的人和事。我以前呢觉得没有选择的，一是就翻工，一是朋友，一是家，这些东西是捞不埋。今天在价值观上我有一个新的体会，个人的成功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。有很多东西在关系啊，在爱身边的人上得到的得到的成就感更大。今天我学识了的是平衡，有时我是叫取舍啦。同一时间你不可能可以翻工关心住屋企人陪住阿妈，但是这些身份和角色是可以平衡。其实这么多样东西加在一起才是人生咯。距离今晚要吃饭只是得两个几三个钟头，啲嘢而家要開始準備噶啦，因為有好多食材咧，你臨急係整唔到嘅，係需要時間嘅。譬如好似呢個菜咁啊，啱啱今朝喺田度摘翻嚟嘅，咁我摘完之後，我仲要將佢做一輪功夫，又要做個豆腐釀落去，咁先至成咗今晚嘅釀油菜。一些很簡單的食材，
就是因为你肯慢慢俾心机去做，就会做得好好味，唔需要话一定系蚊包心似肚嘅。呢一晚，徐源要为22位客人预备晚餐。他说预算客人至少要用3-4个小时去慢慢品尝他精心炮制的10多道菜，这样才可以充分欣赏到厨师的心思和食物的真正味道。 Hello， 好啦，请慢用啦。It'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parts of being in Hong Kong and eating with friends. 在整個過程，你是花時間去 cultivate 的，去接觸每一樣嘢嘅，欣賞一隻杯、一隻碟、一啖酒或者一啖嘢食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同埋同朋友之間嘅相處，整件事整個過程係 slow eating 咯。我飲佢先，啊！哇，呢只雞味，味少都超好味。你做嘢又冇辦法啫，咁你放啊，梗係要慢慢享受下噶啦。今日夜晚慢慢食啊，食出個味道出嚟嘅咪可以。哇！嗱，係咪咧？嘥啲時間就會有好開心噶咯喎！哇！依啲味好靚啊！喂，呢個係咧咁朝摘翻嚟嘅，即係好似爆包豆腐咁咧，然後個底咧有蝦膠嘅。恒生指數年幾前一度升超過30,000點以上，當時估計一半的香港市民有參與股票買賣，人人都想在股市賺一筆快錢。不過一場金融海嘯令全港4000多億財富蒸發得無影無蹤。劉宏信慶幸今次自己並無損失，因為1997年股災的慘痛經歷令他到現在都不敢再買股票。在1997年的時候咧，全民都解股。如果你不買咧，就好像傻嘅。初初梗係贏啦，跟住就貪心揾快錢，咁啊將所有嘅積蓄咧就慢慢越買越多，越買越多，最後買曬落去。突然間，全香港一齊冧，一兩日之間咧就係將所有嘅錢就冇曬啦。呢個教訓亦都俾到我另一個體驗。改變了自己一種人生態度，就是比越貪快咧，最後都是得個慢，貪而得個貧。劉宏信而家每日都抽時間靜坐同埋冥想。面對金融海嘯、經濟低潮，佢提醒自己要學識隨遇而安，經常保持心境平靜。譬如而家咁嘅環境底下咧，根本係你係急唔嚟嘅，咁周圍嘅市道都係差，反而就穩守，保存住而家個力量，咁等日後好景之後咧，先至再發展啦。因為我自己嗰個要求降低咗，主要能夠覺得我夠糊口，我圍到自己嗰個基本嘅開支，咁我已經好開心。市道係靜咗好多，好受影響噶，個個都咁。但係你有多啲時間，我咪唔使咁急咯，我咪可以做靚啲啲菜，做好啲嘢。而家趁有時間，幾大哇諗多啲 idea 出嚟，做得好啲。
當我有時間的時候做得好一點，第二天到我更忙的時候，到市道更忙的時候，我已經做順了一樣東西，我就有些新的好東西給人，那就用一個樂觀的態度去利用這些時間去慢工出細貨。以前也出現過金融風暴，我們試過交易所停市幾天，其實每一個階段都會出現的，環境我們控制不到，但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態度和我們的情緒。曾經我覺得要好像一個陀螺上曬鏈轉得很快才是做到事的，其實現在我覺得慢下來是即休息是可以令到自己走更加遠的路。工作、家庭、健康，取得平衡才是现在是我的追求的。跟着永是东张西望。